哈喽大家好，我是赫赫。我是 Celi。今天要拍什么呢？我不知道。今天要拍中国的口粮煮。白煮。对，白酒。然后呢，我们前几天不是解封了嘛，然后就去超市买了几瓶白酒过来，就一直很想做这个主题，但是之前因为风控的原因，所以就没有做。现在终于有机会做了。最便宜的。对，是最便宜的酒，因为买不起贵的。可真的中国口粮煮많이드셨잖아요。한번밖에안드셨어요。嗯。就 Celi 他的酒量是比我好的，我是不太能喝酒的。我也是。你酒量比我好。所以今天你多喝，我是不行。你多喝。啊、然后呢，我们买了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酒，牛栏山、枸杞酒、红星二锅头、中国劲酒、江小白、双沟大曲，一共是买了这六种酒。여섯개중에뭐가제일맛있어보여？이거요。이거한국에서도팔아。이거？응。그래못봤는데？팔아。내가안사줬을뿐이야。잘했어요。그럼뭘부터먹을까？이렇게손대로。이런손대로 OK。그럼이거부터。这个是牛栏山，嗯，약간 pineapple 냄새 pineapple 냄새，嗯，这个酒是啊42도，나그럼진짜조금만먹는거？조금만먹어。为什么笑？你先喝啊！笑什么笑？不让笑。再来一遍，那我问吧。平常不喝酒啊，真的。牛栏山我没喝过，我不知道。那먹자마자，갑자기，就是农村做大席那种酒的味道，真的。然后是，근데일단먹어보고제일괜찮은거고르면되잖아。맞아。기억해줘야되네。어맞아。中国劲酒。이번엔니先喝。아不是你先。아니야나니반응보고먹고싶어。真的吗？嗯。那我先啊。嗯。맛있어아까거보다응이새끼표정아니표정안무표정이야지금말씀해허야내 왜 왜냄새사약아니야사약약술약술냄새는약재응막나무도들어가고어먹어봐빨리왜이렇게많이냄새맡아봐요냄새너무안좋아서요아很好喝你试一下이거꿀지꿀지근데어른들좋아하지어맞아맞아최악근데너왜티안냈어내가참아야지자이거哪个자와这个啊好红星二锅头근데이거냄새너무안좋아느낌안좋아냄새가독해이건진짜완전술에쩌는냄새 이거도수몇도야56도야내말맞지내말맞지저기나눠주고괜찮아내가이거술이다나말했잖아무서워来吧先拿过去미워이자마셔봐빨리이거는다른거먹어볼필요가없어제일꼴찌아니꼴찌아니야이거라면서요이게더나이게더나이게더나枸杞酒上海枸杞酒这个啊这个感觉应该不错就是闻起来味道还可以喝你口味我来我来我试一下哦이거괜찮아진짜괜찮아근데이미내속은안괜찮아그래서냄새는이거보다조금약한정도새끼자기야아니야자기아니야먹어봐다른술보다그렇게강하지않아맞지이거는그냥소스어맞아소스 just 소스이거먹어보자둘중이거이거먹어봐요这个是江苏的酒江苏省啊그래江苏省的酒对然后呢江苏的朋友应该都挺了解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农村做大席的时候经常会有然后农村那些老爷爷会经常喝的这个双沟大曲对你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吗我什么意思我知道어이거이냄새랑비슷해이냄새对的对的两个长得也很像看비슷하게생겼어맛똑같아맛똑같아비슷해나는야근데약간끝맛이조금쌉싸름한맛끝맛이쌀맛이있어아最后一个江小白이술마케팅엄청잘해마케팅응그래서이렇게이쁘구나对的我先干了啊왜피부
나네표정을알아보면过来你过来와얼굴빨개졌어요여러분너야네얼굴더빨개 今天呢喝了这六种白酒，当然都是比较便宜的白酒啊。我们来问一下 Sally， 就是六种酒当中到底哪一个更好喝，就给它排一个顺序来吧。但제일별론거는이거그다음은이거그다음이거这个嗯다음이거나는이중에서저는이거요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 C 这个白酒体验就到这里为止了。然后呢因为上海在慢慢的解封嘛，所以说未来我们还会出相当多的类似于这种就是中国各种食物这种集锦的测评，好吧。然后呢希望离开之前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关注，那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拜拜。